原来你俩呀，不救了，咱俩收队收队收队。一看我就说过肯定不救。哎，你要严肃点，现在非常紧张，你们两个不能笑。算了吧，他俩别救了，走吧，算了算了。收队，快救命救命！哎，你看孟姐，孟姐穿这身这一点不像被困啊，虚弱啊，晕倒了呀，你就像被关起来了。救命啊，我被困住了。同志，请放心，我们会救你出来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可以相信你吗？你永远可以相信我们周度消防救援。可是我现在有点害怕，我现在那个思维很混乱，我该做什么呢？你先坐一会儿。而且我现在已经感觉现在那个烟比较大，你手对，我闻到烟了，怎么办？我现在要有点昏迷，有点晕，怎么办？你先躺会儿。躺在哪？躺地上。地上不安全。你一定要少说话，同志。好。到这个地步就要扶着了。扶着。就要切着两个就可以了。同志，你要小心一点。好的。同志，你这边需要我帮忙吗？你帮忙，别砸到你就行了。同志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同志，你们现在要救我了吗？对。同志，让一下，退后，退后。哦，我还需要做什么？退后，再退后。你们进来是吗？你上来。同志，怎么感觉你有点紧张呢？同志，哇，好重，你好重啊！来，同志，我帮你带好腰带来。我这儿来救我桃花坞的乌民来了。这样绑得再紧点吧。还挺知道安全呢，绑得再紧点。来，发型没了啊。嗯，你给我。你手都掉嘴里了，救你命呢，要什么嘴？好疼啊！你怎么这么烦人？来上，这怎么上得去啊？天！哇，你上来了！对。